喂，打中翻啦，后面喂。2019时代足球联赛正式接受报名，欢迎登入网站浏览详情或致电查询。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总会杯全港最强平朗对九叔联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平朗就住蓝色衫啦，而九叔联就着住粉红色衫嘅。咁样九叔联嘅攻势啊，呢球传咗俾对手，但系对手又 hit 翻俾佢，之后一个远射埋去。平朗龙话冇问题，瞓低扑出咗去。之后见到啦，平朗嘅龙门球开出嚟，回翻埋中间有啲危险啊！果然回咗俾粉红色衫，再传翻去俾禁区左侧嘅队友射入啊！九叔联先开纪录啦。咁啊，入波嘅咧系陈天正啦。咁其实呢度有啲搞笑噶，我哋睇翻镜头咧，见到陈天正本身绑紧鞋带嘅，咁但系佢绑完之后，队友揾到佢。因為佢綁緊鞋帶咧，雖然冇乜藍衫咧喺度看管緊佢啊，當然咧都係源自於呢個失波嘅一開始，其實係藍衫係開緊龍門球噶嘛。冇諗到咁快會俾人咁近佢嚟打反擊嘅，但係就講嘅時候咧，呢個九叔連又有一個反擊打出嚟啦，一個三打二嘅局面，自己射埋去啊，有啦，2-0，入波嘅又係佢喎，陳天正。咁其實咧呢度想人群中兩個人之間穿過去啊，但係唔成功，結果就俾粉紅衫嘅九叔聯打翻個反擊。咁陳天正自己推過半場，喺禁區頂再用右腳射入埋啊，射翻個地下死角，幫九叔聯領先到2-0啦。佢個人咧都梅開二度啦。之後一個左路嘅攻勢啦，九叔聯回咗去中間，又係俾咗個陳天正好威脅嘅球員挨入禁區裏面，今次用左腳射翻個上角，又有3-0。上半場連翻開紀錄啦，已經領先到3-0啦。我諗大家都估唔到嘅，因為其實九叔聯同平朗咧兩隊波咧，喺聯賽榜上面咧，只不過係爭3分，都係榜首嗰兩隊波嚟嘅。結果咁快咧就已經開紀錄，仲要係開到咁大紀錄3-0啦。咁啊，陳天正今場表現當然抵讚啦。咁但係我哋見到啊呢邊咧，其實平朗咧都有啲攻勢喺度嘅。呢個施射俾粉紅衫擋翻出去。又去翻粉紅衫九叔聯嘅攻勢啦，喺禁區頂節奏都唔算特別快嘅啫，其實用住個波，但係咁樣射埋去，俾到門前隊友再困入啊，4-0。我哋講緊而家時間都仲係上半場嘅時候啫。咁啊，入波嘅係鄧俊榮啦。咁呢邊轉一轉身，
冇人標佢，俾佢揾到條靚嘅私家路，俾到鄧俊榮。鄧俊榮門前撞入。之後見到平朗嘅攻勢喺右路，但係可能都唔係太揾到隊友，決定自己斬埋去。都要對手解圍，定係自己隊友頂唔中咧？鏡頭交代得唔算特別清楚啊！應該係俾對手解咗圍嘅，因為之後有個角球，角球開出嚟頂到噶，得佢一個跳起嘅就禁區裏邊，得一個藍衫跳起就係，但係佢頂高咗啊！相當可惜啊，未能夠開到紀錄。之後見到咧係九叔聯左路嘅攻勢，初初過咗入到底線裏邊，傳翻出嚟困到藍衫嘅，最後又係俾到鄧俊榮喎。鄧俊榮好機智咁樣挑高個波，相當冷靜。幫九叔聯領先到5-0啦。咁睇呢度啦，呢個初波再過人係精彩嘅，落到底線傳出嚟嘅時候困到藍衫嘅，跟住俾到鄧俊榮，鄧俊榮都對手龍門冧低咗，即刻就挑高個波。落後到5-0之後咧，其實我哋開始慢慢見到越嚟越多嘅平朗嘅攻勢啊，呢個遠射就未能夠命中目標啦。咁啊，但係都要讚一讚平朗係完全冇放棄到長波嘅，就算咁大比數落後都冇放棄到噶。咁啊，上半場九叔聯領先5-0啦，咁去到下半場佢哋開波，睇下佢哋嘅策略會縮埋少少啊，定係會係繼續進攻落去啦。咁啊，呢邊對手平朗開個波出嚟，攞到嘅轉身自己面對龍門再射埋去，龍門都舉一舉腳大彈柱啊！呢個波相當有威脅嘅。繼續見到都係藍衫攞住個波啊！今次分咗左路入咗禁區裏邊，龍門擋到第一下，第二下線咗喺度嘅，攞咗翻藍衫腳下嘅，再出翻嚟大點散中對手，跟住繼續俾翻對手啊！再射龍門二連擋啊！九叔聯啦，前面嘅風扇啦，陳天正嗰啲當然抵讚啦呢場，但係龍門嘅表現都不可忽視啊！已經連夠幾個險球噶啦，繼續見到咧都係平朗嘅攻勢啊！全隊禁區裏邊一個勁射，又係俾龍門擋翻出嚟。之后会唔会远射？唔远射，分俾队友望望龙，初初自己嚟啦，再射埋去，又系龙门救到啊！平朗攻势其实下半场真系唔少噶，但系一都俾九叔联化解咗啊！尤其系龙门啦，真系高扑低挡，净系睇精华都好多次啦。这个远射埋去，龙门跳一跳，躲一躲守位，冇问题。个波高出咗大概两个波位左右。之後繼續見到都係平朗嘅攻勢啊，兩隊波嘅狀態好似調轉咗咁樣嘅。上半場好多九叔聯嘅攻勢，下半場就有好多平朗嘅攻勢。呢度好近門啊，再射埋去龍門跪到個波啊，即刻開翻出嚟啦！繼續見到都係平朗喎，引定個波傳埋去喺禁區頂，只再施射又係龍門擋翻出嚟。呢句對白我都唔知講咗幾多次啦。一個施射，龍門擋翻出嚟；一個施射，龍門又擋翻出嚟，相當精彩啊！呢、這個時候咧，球場熄燈，球證都吹完場啦。最後九叔聯大勝平朗5-0晉級。2019時代足球聯賽兒童足球訓練班而家接受報名，歡迎大家登入我哋嘅網站或者瀏覽時代足球總會、時代足球學校 Facebook 了解詳情。或者可以致電 WhatsApp 6012666556查詢。